什么啊？叫什么面呢？兰州拉面。兰州拉面啊，你吃面去了？我说买两盒兰州拉面回去，省我们这口子做饭了。啊！没开门。现在都不开门，都不开门，还不到点呢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啊！我说那就算你这坐会儿。哎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看看那个啊，有这地儿这个净发。你怎么你？我都不出去。瘦吧。我都不出，瘦了，您瘦了啊啊。是什么原因吗？不知道，就得这个传阳龙得的。哦，吃不下饭的，什么也不想吃。嗯，家给我做什么好吃的，我也吃不下去。你走，你走，一会儿弄好多毛，没事，弄编一没事。我这个身沾不了毛啊。哦，你还走北海，我都是。我看我脚上都昨天一个人他给我贴的这膏药哦，这膏药呢他说不能沾水，我每天我得洗脚啊，我说那我就沾上，我又接了给贴上啊，然后手上也得贴哟。昨天怎么回事你这是？我就是老手脚冰凉，另外我走我就是老困，走着走着就睡着了，然后那个什么，然后是我也困啊。昨天上午抽血，左胳膊抽完了，抽完我就走了。人说还没抽完呢，我都到家了。到家我还想去报销去，幸亏我没报销去。说你还没抽完呢，我又骑车又回北大，就是您住院那地儿，住院处那地儿，我又胳膊又抽一管。嘿，抽的那个，他跑出去了。他呀，我这儿没吃的，找奶奶去，找奶奶去。他一饿了，他就找他奶奶。挺好的。说不上好，是不是？我就昨天是去的，前天去的密云。密云了。那个，我送您一东西，您就当成玩了啊。这个叫丑梨，丑梨，您搁着它稍微一烂乎，您吃，叫丑梨。丑梨，您手真凉啊！啊，丑梨，这长得特丑。您不知道，这是外国梨，然后山东引进的，它一软和了，就跟咱们小时候吃那个烟台梨似的。烟台梨是啊啊！您就当成您当成稀罕的，一会儿别忘了，一会儿能不能您它就是您就是好，叫丑梨，丑八怪的梨。老妈送我的东西，我能啊？不是，您那书还卖吗？卖呀，就那个。就是那个有人要我就卖，您别卖那流氓的，您只就是别人写的您不卖，您只卖您的，您要就是只卖我的，您有手里有现成的吧？别人的没有，谁您不管，就那个小没有，就小东吧，那孩子叫，对，就不管他那个、没有没有谁的我那您那要有我再那咱们弄点零花钱，您可以您请我吃面，那我再把您那个电话给公布了，您再卖点那书，就也不叫卖，叫这个交流。情况交流啊，反正60块钱一本儿。你不是60块钱，你不是少了吗？哦不，我就卖60。哦，我就是啊，一直就是60。哦，那行，一直就是。昨天啊，就是我拿这机器就对人家说，以后我别人说价钱我都不听，我不管啊，因为那个现在都商品经济，他那价钱都是随行就市。哦，今天这个我多。就便宜，就是便宜，一少就贵。您那书，您那书当年是，比如说您刚印出来10000本，那会儿您卖60，现在您手里还剩20本了，您就不能再卖60了。还是60？那您就那您存了给人涨价。嘿，您那就是咱们这60就是啊，哎，特巧，您来我坐这儿。不然我都不在，我就出去了。听着听你起没起呀？啊，我这我听你说话呢。啊，打电话呢，可能得了，我进来吧。还有什么？就是您喝茶，我知道，就是这个茶，这我给开了包了，这个，但是我喝的这个就是人家给我给。您拿，不是，茶多不是，这嘚瑟我就不给您拿了。茶多那我多您就不就是茶多啊，就是我知道您喝茶，您不喝酒，您要是那个，我现在开始学着喝茶，这就这大树叶子，这茶就是那个就是普洱，说是普洱茶里的大树叶子，这你这普洱不错的。
我就说，我都不知道这包里什么样的，您知道吗？这叫东方美人。嘿，那你哎，这就是这个，您不您也甭洗，您就甭嫌，不用啊，不用，就这个大叶子，你它就这样，你看它都是。也不是商品，多着呢、嗯、他自己都自己写了字儿，自己包的，所以我他不跟那个街上买的那个不一样，跟不一样，都是我朋友，他就写了让那个，哎，您那徒弟特好，现在您那徒弟那孩子，对对对对，那孩子人正经八百人，我知道，然后我们俩每天都说话。他现在在故宫上班了。对呀、啊，在故宫上班。对呀、啊。然后那个我礼拜一，我礼拜天晚上，我青岛一个朋友来北京，嗯、来北京说咱们一起聚，我都点门说看你那个穆罕默德那徒弟，我管他叫穆罕默德，啊、我怕说人真名给人惹麻烦，啊、说你让他马凯定个，哎，您礼拜天您有事没事您马凯就他定的。我还青岛来一姐姐，礼拜天啊，那不你到时候再说，你有事就不来，到时候咱再联系。然后那个我礼拜一早上，那个姐姐带我去参观一个工厂，那工厂是造那个，给奥运冠军，就这个不是这个工厂叫，就给体委造那个，营养品的工厂，嗯嗯，我想看里边怎么样、哦。说礼拜一呢，那个在亦庄，就在大兴啊，说远，然后王朔说，我请王朔吃饭，说那个该多少费用我给他出，我说王朔肯定不要钱啊，然后他说，晚上我们礼拜天晚上我们商量怎么去，因为礼拜一的我们就去。哦，我去采访，我去拍这工厂，这些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？这个东西呢？这些营养品呢？最大的工厂在美国，我还没研究呢，就是在美国的犹他州的盐湖城，它在世界上造的第一大的分工厂就在北京的亦庄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工厂它赞助奥运会，所以说现在不是那个。得这个新冠之后，好多人身体不好嘛。对啊。说吃这些管用，咱们也不知道。我就过去，就我去采访，我去看看。礼拜一约好的，礼拜一我去拍这个工厂，这帮人呢是都是外地全国各地来的，他们把我的那个抱到那工厂里边，工厂允许我拍。然后礼拜天我们商量，礼拜一王朔送我们去，就这个，所以我就说，还一个就是那个，我的师傅死了，我师傅特有名，写过一个北京城杂忆，那本书特别小，版权过了，我师娘还活着，我师娘都96岁了，我师娘比我师傅小18岁，就跟您老夫少妻一样。我师傅老炮儿，就是他文化界老炮儿。然后我师娘给我写了一幅字儿，就说那个，就说我是学我师傅学最好的，就这幅字儿呢，我呢，我这破防漏雨就把这字儿给弄烂了，就被雨给弄烂了。王朔拿走给我装裱了。后来那个我一想。说那你那我那我说那就是你师爷写的书那版权过期了，你把那个版权过期了，他的文字你配上图，咱们重新出一本，让我师娘提写书名，我师娘都给提了，我师娘96岁，我师父的文字我给你写个序，你拍点照片写点文章再出一本书，就老北京。等于一下把北京几代几代的事儿，是吧？那我师父，你想我师娘96，我师父比我师娘又大18岁，那老北京是吧？民国大清朝，咱们就然后啊，哎呦嘿，我一说话我就喘。那边小包书挺薄的，然后那个
您看我这儿，我给您汇报，我那天，我有日子没见面了，咱们是，我您看那个我看，嘿，这儿呢，他说您看，周一半天儿啊，他们俩已经添了，我明天去拿您报销，我医院我不爱，我一去我这脾气老跟新华社打架，他现在王朔替我去报销去。人家骂他或什么求人，就他就我不至于受侮辱，我不然我这脾气，今天说报全报销，明天报销一半，我就不高兴了，这我一直也没跟您报告，我说您把您徒弟交给我，我也没给他教他什么，我就不好意思。如果这本书出了，首发式的时候您得去，啊，您去，我就说你快点把这书。他原来老住大兴，现在那个他也不住大兴了，他把那个我说你住大兴，你离了北京这人气儿啊，那些人都是被轰走或者怎么着出了五环路，你住北京西直门，你没事你住大兴干嘛去？他听我话，他从大兴他搬回来了，现在。啊，对，王朔搬回来就住西直门了。现在他西直门，我就敢找他了。他西直门，他不是离得近吗？近，对啊。我看这儿，上礼拜我看，哎，这不是，这周恩来了。老宋哥是，也不，我看这个。温姐说，王朔，他现在那个王朔，我王朔弄的那个，在他们单位好像也很受重用，是吗？啊，温姐说，一月的时候好像是。每年一月我师父生日的时候我都去，今年就是跟王朔去的。2022年1月27，23年，嘿，我这个破脑子，我也没给您弄水喝。别弄，我这儿我。别弄，我家里都沏着。那就我就不对您喝。待会儿我去。您待会儿买完面我就回去。对对对，我给您看看王朔。我一月，您看，我给您报告，您看看您，我们俩一块儿去的，这是他，嘿。故宫的，给他师奶奶送礼去。我说你，我说你甭给我，咱们给俺老太太弄好了。等会儿。对，每年这是1月27，我师傅生日，就住那个燕京饭店背后。他现在他跟这个，他比我那儿走动的都多。他们家一小保姆。他跟那小保姆熟着呢，您看，这是我师娘。我就记得说他是军国主义者，真是军国主义者。写一辈子书，翻译家。这老太太96。就我老觉得敢剖腹的人呐，都是。日那时候文革时候，老说胡伟兵说日本有一个军国主义三岛由纪夫拿刀剖腹那个。三岛由纪夫书都是这老太太翻译的，就这老太太。我再往后您看，他给那个给王朔写的字儿，写字儿。我儿子，我侄子，我全揍他。对，我您看，对，这王朔，这老太太他们家都不让外人进的。现在王朔比我去的都多，那个小保姆葫芦岛的。老公死了，您看，您这徒弟，那帽子我给他的，
那绿衣服他没穿，那绿衣服我已经给他了。这是那个，这小保姆，这是那个我师娘他们家。您看，这花儿给人看着，他就要修，我不要花。这老太太，你搁这干什么呀？别！嘿，您说，您这天上的，我这儿从这这您看，您看，他们家那个人家文人呢，大印大印，王朔就都是王朔亲自往上盖那书。你看，那梨也是，那梨你过两天你对我也是给这梨，我给我师娘，你给她一个梨，我说这梨大，老太太吃不了，小毛毛连我们俩给软了，就这梨，丑梨。那姐姐从从这个山东快递过来的，就是懂梨。我说你稍微软和了再吃，软和了再吃。那老太太。老太太给人家写书，跟您似的，您写，您初二毕业能够写书，您了不得啊啊！然后您看也是，谁来他就送书，送书先签名，拿大图章盖印啊。您过节你也没回家呢？跟您这比不了啊！不是，这没办法，哎，您靠自己，所以我就说呀，我师傅。王朔，您这样的我们都叫一代，老外您说就叫什么乔治二世、乔治三世，一代我们是打天下的，我们谁也不靠，我们靠我们自己，不行的人才说我是二代，我黑二代，我是吧？不行的三代，有本事你自己就是一代了。对，我还给您一东西，我给您这，您要不要不能当水果啊？您得当成是我。这苹果，这是我种的，我在张家口种的，而且您看这上面有印的我，印的一唐老鸭。唐老鸭，哦，您看见没有？哦，这是我弄一透明的唐老鸭，搁在树上晒的。哦，我都给吃完了，这最后一个，您看我搁这儿。哦，我搁那儿摆着的，给您一苹果一梨，回家您跟您老伴儿，没错，当成一玩意儿，这梨就摆在家里。啊，对对对，苹果就摆家里。哇，这个都是好的，你看它有点蔫。是啊，是，这是怀来县，张家口怀来县那个官厅水库那儿，官厅水库的水，嗯，因为那个水库边上水呢，它不敢使农药多，这梨呢是崂山的那个。烟台那边的，烟台那边的，嗯，丑梨叫丑梨，嗯，但是它得软了才吃。是，我知道。哎，不是这个吧？哦，这个一边。嗯。喂，在师娘这儿吗？就是，我们现在全逮人，全逮人。哎呦！哎呦，这个。你想我都现在笨的都这样了，我这也是乱七八糟。说岁数啊，活人呐。哎呦，所以您那就，咱们就能活着，咱们就。您看我这乱七八糟的，哎，你看我都气炸了。那个，见一回少一回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您口罩，您不是值钱东西，我出去少，您那个什么，那你那个啊，你没阳吧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打疫苗。你没打，你没你阳？我看我也没打疫苗。你没打疫苗？没有。嘿，那咱老哥俩啊，没打疫苗啊。这个我就是我种的苹果给变异，啊，嗯，我种的苹果。没了这个苹果，得明年了，是吧？明年了，明年我种不种还不知道呢。哦，嗯，街道找我啊，说给1000块，我说1000，哎，让我打没说给我钱，还说给您1000块钱啊，给1000啊，我说啊，1000，您给10000，我都不打，不打就是不打，嗯，我不是为了钱，嗯，是不是？嗯。咱不是为了钱，对不对？我拿这口罩中间隔着点儿，没事，不是他一会儿蹭了。
您还得说，一会儿还得那个，还得那个，还得。嘿，那我您都我请都请不来。昨天来一哥们儿，是那个农科院，住农科院。他说他信佛，我也不认识他。我出去拿报纸，正赶上他。他说：“哎，我就特想街上跟你邂逅，就赶上了。”姓于，62年的，说是，什么那个室内装潢设计的，啊，所以我就想不到能碰见。我说碰见都是缘分，哪天一跟头我这种摔死的也就是缘分。对，嗯，认识。对，您说那个认识您那个您那徒弟，算给我当徒弟了。我现在我都教不了他。您说他在故宫工作，如果说他跟文杰若，跟我师父，是我师父死的时候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啊。哦。哎，启功什么的都是我师父的手下。如果按官这么说，你想他住那个，木樨地22号楼，那都是正部长阁楼。啊，老孩子全去美国了，就老太太还在这儿。啊，就王朔他那认识的人比我高啊。你说我哪会写字儿啊，是吧？我就没事，如果照着相行，我师娘写大字儿的那儿写。就是啊。嗯，所以就是，我老那天我还说，我说咱们去什么时候看看边野？他特忙，他在那儿可能是个小头还是个什么呢？啊，他第一次不好，第一次是手都不完把他给双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限他多少天自己找工作，他给他们头打了。那时候给您当徒弟，他老爱写大字，在桌子上写大字。他那个头说你是比如说什么上班时间不许，他就写大字。写大字，他头就给他那个大字给扔了，他就把他头打了，他头打了，头报警，说要么你限你多少天，你找工作走，滚蛋，要不然就是严惩他。他有一个写大字教他大字的，对，他爱写大字，他爱写大字，姓徐，啊、嗯，对，师傅，我见过面，跟他吃过两回，对，嗯，你知你看这个，我都是这花生这瓜子啊，都有点哈了。嘿，我妈炒，哎，她舍不得，然后都给我这一个一个，我就挑，我就是花生，我觉得还行，那瓜子可能不行了。瓜子也是我一姐姐，啊，那个南京的，她给我寄来，她寄的我也不吃，结果搁一夏天就哈了了，哎，这东西就哈了了，哎呦。我就每天拿着这机器，就这刀逼刀。您记得那个特美那个我那北大那同学特崇拜您那个，说学俄语那个，他昨天他给我发一个短信，他说，老了就得老说话，老说话你刀逼刀不痴呆，对，就不然就傻了，对，嗯，就叫傻了，人得动作还得说话，对，嗯，您戴个手套。您不戴手套，刚才我一摸您手冰凉。凉，嗯，就是缓过来。嗯，哎，我您喝点白水呢？不喝，啊、我给您马上走、哦，我看几点？嗯，那是油表，12:00，12点。哦，嗯，哦，您每天吃他这面？您原来那个每天吃？哦，您换着吃。哎，您那个面我看没了，就原来您老请我吃那个哦，那个打卤面，开门了，又开了哈，又开了，嗯。开了他那什么，我一直没上他那儿吃的。嗯，你知道过节再到看看。然后那边野我还觉得有一点哈，就是什么叫一代呢？一代去，一代永远是掏钱请人吃饭。嗯。二代永远是不掏钱到那儿吃人家的饭，就是边野，我就说您就是老请人吃饭，啊，我就老。别啊！啊，到时候再说。好，开马凯，哎，王硕，咱们老来，你再说说宋老哥给咱们打一折，那地儿咱们几乎天天来了，现在啊，八折。那地儿熟，哎，行，哎，老去，唐老师老去，是，我去，我从来不买单，我不知道怎么打折，老宋哥去就会打折啊。您去都不用跟他说，您就刷脸就行，到那儿他认识您，哦，全都认识您，以后边野也刷，啊，边野也刷，哎，好，哎。那我没比，这是那个，哎，郑勇是谁啊？是我，哦，就是你啊？对，这是那我。您身体挺好，哦，还行，哦，啊，前些日子不是做了手术？啊，对，哦，我得了传染龙。那我再还有啊？啊，对，我都您说，哦，那行，那我就。
你就拿着我就签吧。行，您就给我签。哎嘿，完了，您如果您包给的话，您那个，那你也不，你来我万一不在呢？不在就我就咱就北京。二月几号？今天是二十一号。二十一。他就北京的，北京的，上次秦皇岛的过来了，是吗？哦，那是边爷，边爷你都认不出来，他就住那个，他住得近。秦皇岛的过来了，2023年2月22吧，22、21我也不知道。龙抬头的日子啊？哦，龙抬头，嘿。边爷他去那个兰州拉面，他来了人家没开门，他就冷，他手冰凉，他就说你在不在上我这儿暖和会儿。瘦了是吧？边爷哈，对，边爷瘦，他腰上有那东西叫过街龙啊，还是腰上啊啊啊，真是有缘分。对，所以他就哦，你们都能认出边爷来。我您是您的铁粉啊，你那个天天看啊。2023年2月22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2月22。您的签字就行了。边爷也没打疫苗。哦。嗯。我也没打。你也没打。不不，我回去阳。我也没打。这好像是印的。那我不知道，这是写是写的。这是写的吗？嗯。这应该是印上的。哦，我是有您的签字的，只有那一个是有您签字的。嘿，您那个一个人的眼神能二月能二十二啊，我就那个等会儿一个人的眼神我没有。您能喂？谁呀？喂？快递不是？喂？谁？谁呀、啊？快点！我在，哎，我就在门口了，我看不见你啊。嗯。哦，放了，那行，那行。哎哎，放里边了吗？哎哎，谢谢你。我说放里边，我怎么都没看见呢？嗯。